家乡是什么？你有多久未曾回去？那些曾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与事，你还记得吗？在作家郭文斌眼中，这个伴随他成长了十几年的小院就是他的心灵港湾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眼睛一睁开，阳光从后窗户打进来，包括那些蜜蜂、那只花猫，最初的那种人间美好都在这个院子里